老板娘，这个地方我下次还会再来。你知道我下次什么为什么想来？因为我们这次是进来漫游，我们没有车过。到了快点步上。那哦，上面那个，我们下次哈，我们要来这边住个一至两晚，然后来这边好好走走，因为这里有很多像白杨步道啊，哦，或者是像那个燕子口啊，哦，都用走路的，这些行程都适合用走路的，哦，来这边漫游一下。那因为我们明天要上班了，所以我们这边没有过一晚。那为什么要来这边车泊？因为你如果来这边车泊，你可以早一点去，会更优。对，就在这里，看一下，进去看一下。但是白线可以停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停前面。哎，还真的不错嘞！你看，收费由我们管理员，不用钱，可以用五天试验，最多只能五天试验。还有个绿水营地，绿水两个，700，哎，绿水是前面那边，前面那个，就刚刚那个啊，对，那边也没有看到帐篷啊，野营地，它是野营地，对，那就等于是在外面了、啊，这也是这样，但是没有木栈板，哦。不生火，因为它是国家公园区。其实不能明火，不能明火，不能生火。啊，这里有水电哦。这有水色而已。没有电。没有电。那我们规划一下。我刚刚六个位置。六。哎，它旁边也都有水啊。有水啊。对啊。你看这里啊，还有很多位置、啊、那个下面啊，下面也有啊。下次可以来呢，我们就没有，我们车停在上面，我们就下来搭就好了，对不对啊？睡车上是搭，你要搭什么？我说在下面搭、啊，你没有帐篷，我们有天幕啊，对吧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啊，就上去拿、啊。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好不好？今天不行啦，下一次就来了啦。然后去走白杨步道啊，好不好？你看。行动电源带着就下来的啊，这里应该也不用冷气啊，而且那么看那么凉，哦，这个地方可以哈、哦，有供水。你看这里也没客满啊，一二三四，一站有四个。啊，其实前面那个也可以哈、哦，那边停车会比较多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下次来，如果这边没有的，我们就下到那边去了，住个。两个晚上，要、啊、不然就下次连假来了。机车野营啊？对了。好，加一。加一啊？机车野营没吧？机车野营没吧？好，可以啊，加一。机车野营没吧？是上。来啊！加一了。被逼的。我来的。Michael 嘛是刚来的啊。哎，那没关系，他来我们要补几车啊？那个，对。好，对，下次在这里。厨余不落地，垃圾请带下山。哎，那垃圾要自己带下去哦。嗯。那边也有啦。那边有啦。那边比较多站，好像五站。嗯。可以，好。那个免预约，先到先赢、哦。对。
免预约的露营区，不用钱，而且在森林里面。哦，这个太好了，这个。我看一下。河流。露营区。哦，这是属于在国家公园里面的合法露营区。哎，其实老板娘，像这种露营区还不少哎，阳明山也有一个，你知道吗？嗯。他这个也去阳明山啊，你很近的机车也先体会一下，对对对对对。嗯，机车也可以走这种免费的营区啊，走了。你看，来这边野营，来这边算露营野营了哈啊啊！我知道去哪里，去可以去白杨步道，去哪里通通可以。对啊。那感觉这边漫游还蛮 OK 的。那。那这边可不可以明火？他是写说不能明火煮东西。那不能明火煮东西的时候，那你要怎么吃东西？可以带家乐包电，然后我可以带我的那个家乐包啊。这时候我们就要带电池来，电池跟家乐包啊。对啊，带个还有那个料理包啊。其实搬个两个电池来就够用了，差不多就够用。到时候搬个把我们那个什么行李箱电池带过来哦。这是摩托车一下吗？闲来汽车的嘛，对不对？骑摩托车还真的可能还要再深思熟虑哦。哎，跑来花莲呢，你看定吗？就算花莲了、哦。对啊。对啊，连续假期也是。连续假期啦哦。看你要机车来，要汽车来都可以。你看这个都是大理石，花莲的大理石产地也是在这边的。这是天气好了，现在回家它下雨了。你看下面那个有没有？下面那个大理石的纹路，啊，那一块一块那个，那个就是啊。对啊，这里本来就是开采大理石的地方。这里可以开采大理石。我是不知道啊，哎呦，这边有一堆，走另外一个地方。我们是要出去那个什么？哦，这里叫什么地方？台巴太鲁阁。哦，对，我们要现在走出太鲁阁。你刚刚跟我插入，他对头来。出来就变好了，对啊，所以山里面的天气变化还是比较大。你看出来的时候就没雨了。我山里真的比较凉，凉多了。这样进来是一天的行程哦。好像我们竹花公路的，现在几点？你 Google 导航一下，看到苏澳要多久时间？他都要过一街口了，你看那些大停车场。哦，原来从时间公爱跨国促进学习，泰鲁阁国家公园出来是这里，这边接台九线。苏澳才65公里而已啊，很近哦。哦，那这边回到台北，我看不用几点就到了。哦，
车，有人骑脚踏车，有人徒步，还有什么？还有骑摩托车，对不对？还有骑三轮车的，还有扛着什么？扛着神明环岛的，干嘛有？有啊，之前不是有人扛那个三太子啊？所以其实哦，你可以用各种方式来完成你的环岛梦想。如果你是选择车泊环岛人是最轻松的，这是苏花公路的某一个隧道了。那现在要拍的是我们家老板娘，哦，真的是秒睡老板娘。那个上车没多久又睡着了。任何一台车，他都有办法这样睡。你给他车顶帐，他也睡；你给他驾驶座，他也睡；副驾驶座，他也可以睡。然后他可以从驾驶座睡一睡，然后我们去休息站休息，上个厕所，他没有下去，他又爬到后面去睡。还要继续睡，可以一直睡睡睡，竟然可以这样子睡到隔天的早上7点钟。这个真的是有车泊的命的。另外一种讲法，这种人才有命。有点剩的命啦。那如果出来外面睡也睡不好，吃也吃不好，哦，像这样的人哦，真的就不建议这样出来了，因为搞不好会造成你另外一种负担。哦，除了睡到不快吗？还是搁咧困？确实真正有好困。上高架道路了。怎么样他都不会醒过来，结果听到电话马上醒，厉害。我们这是崇德隧道，这个隧道很奇怪，同样一个隧道里面有一个区间测速，哦，但是有50，有60，这是第一次看到的。就等于是这个隧道里面有两种车速，吃吃喝喝行程，那个刚吃完冰就要开始下一餐的晚餐在哪里？中午没吃啊。啊，对哦，我们今天没有吃午餐啊。今天没有吃午餐哦。对啊。那我中午吃的那个呢？你那是早餐吧。哦，所以我早餐吃的比较多。对，难怪。那我想说这次大家怎么都不会饿。好吧，行，来去，要来去哪？拿去吃海鲜料理。海鲜料理。对，在底下没有煮。没有煮，我现在也不想煮了。也没有不想煮啊，也是可以煮，是那个冰箱没食材。我就不相信你多爱煮。哎，楼下这个东澳啊，东澳沙滩有没有？很鸟。在划船啊。下面就是我们。上次在划船。最。常来的一个泊点之一啊，每年夏天都要来个几次啊。去划船。嗯，基本上连续假日我们都会往这边走，现在砂石车载满了，我刚刚开在那前面，还蛮可怕的。那个砂石车在你后面，你就会有一点怕怕的。你后面？如果在你后面的时候。哦、对啊，所以就让他。对啊。你刹不住，你撞他，他不会怎么样。对啊，可是重点，他如果撞上你，比较危险。他刹不住，撞上你，一血吸狼呢，对不？其实这样过也是很快，你看明天又要上班了。对啊。对不对？这样每天一个礼拜都上没几天班，这样会不会
会不会那个不想上班？最近都一直常在外面玩。那你惨啊？我惨了，有什么好惨的？你说。那就对啦。嗯，啊，人生不是就是为了要玩吗？对啊。不然呢？就是为了要到处游玩啊。欸，我很难想象我以前这种脚踏车这种路线。我怎么是骑上来的？哇，这个啊，刹车车，你看，奇怪，我们以前来苏花公路的时候，那种砂石车会比较少，现在怎么变多了？不过我们今天讲一个，那个大叔以前骑这条，我骑了脚踏车骑了大概两次，从家里哦骑到这边来骑了两次，一次是跟着一个小朋友，对不对？哦，对。对，那一次。上简单的小朋友。什么路上？他跟我来的啦。哦，他跟你来的。对，那时候他跟我来，然后我们两个从泰山骑到那山那谷。然后他就想要骑脚踏车，那我说我骑脚踏车去。他在国外吗？对，国外的小朋友，在英国读书的一个，他讲说他想要跟我们出来骑脚踏车，想跟我啦，因为他想要跟我 PK 啦。重点他是想跟我 PK， 然后后来那一次老板娘就带着，哎，那次女儿没有来，好像只有带着儿子，我们去一个地方叫那山那谷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就那个营区啊。蛮有名的，我们去那一次哦，那个小朋友就跟着我这样子骑这一条上去。啊，我要讲什么？为什么讲这个？哦，没有，我要讲砂石车。其实，在苏花公路哦，砂石车看到脚踏车，通常都是很鲤鱼的，反而是更安全的。真的啊，我们那时候经过那个山洞的时候，我们很怕说那个砂石车经过你的时候会。你 A 掉你啊，你差不多也没死，也半条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过山洞的时候，我们都骑得非常非常的快，但是我们发现砂石车它不会经过你，它就在你后面慢慢等你骑过去，因为你马加给你 A 掉啊，害怕，因为山洞非常的太暗了，然后又非常的小，那如果一般的轿车来讲，它才不管你，它噗一下就过去了，对啊，对，所以。这一点我们还是要讲一下了哦。其实，你如果是用环岛、用骑车环岛的方式骑苏花公路，真的也不用怕了哦。很多人都会避开这一段，坐火车避开这一段。那大叔跟儿子骑车、骑脚踏车环岛，我们也是避开这一段，就从新城坐火车，哦，坐到那个哪里啊？坐到已经坐到台北了啦，因为那一天是遇到台风啦，所以我们就提早结束。那我要讲，还要讲一个，那时候那个小孩子他以为说他体力好，可以跟我 PK， 哦，平路可以，来到这个山路的时候他就输我了，他就没体力了，就跟儿子骑脚踏车环岛到最后他还是没体力了，这就是只能说姜还是老的辣，当然喽，你自夸的意思，本来就是你以为骑脚踏车，好，那我们再讲第二次。第二次大叔骑这一段的时候，那一次，老板娘带着我儿子、我女儿到哪里？去台东的石梯坪。你们去干嘛？我们去露营。对，你们去露营。我们去 camping。他们去露营，然后跟着朋友，那时候朋友有去几个？一个而已。没有啦，我好像想到4台车，加我是。哪有？还有谁？丰安。啊，丰安他们独立啊。哦，丰安他们也有。就是独立去，我们总共到了5台啊，丰安，然后周师傅。哦，周师傅也有。徐耀业，然后小虎家我。徐坤义那时候有去吗？有啊。真的吗？嗯。哦，反正我也忘记到底有多少人去。
去，那我们就去了史蒂平。那一次大叔一个人就从家里骑脚踏车，哦，凌晨四点就开始骑哦，我骑到苏北宜公路，我从家里骑到北宜，然后跨了四座山，过了北宜之后，然后就骑骑从宜兰走那个、那不知道是台几啊，我忘了，好像是台二吧，哦，然后就一路就接来台九。台九就是这边，又回来台九，然后台九又爬了这四座山，因为苏花公路总共有四座山，上上下下四座山，然后又骑了台十一的海岸山脉，又骑了两座山。那一次哈，我总爬升爬了5000多公尺，然后才到了史蒂平。到的时候已经晚上几点了？8点。晚上8点了，我从早上的凌晨4点开始骑到晚上的8点。老板娘有经过我两次吗？一次而已，一次而已吗？我记得好像是两次，一次你们跑到那个什么那个啊，对，两次，一次我们跑出去玩，我们去玩一玩，然后要经过你东澳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去那个冷泉，对，然后又你们去的时候我又继续骑，然后又经过了第二次，我觉得那时候就被抛弃了，就一个人骑，我那时候以为说你会停下来载我。你知道这边到史蒂平要多远吗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至少要100公里以上。没关系啊。还有山路呢。就你永远只记得说你这样骑多远，只记得老板娘抛弃你没有在。你说什么？重点。你只会记得说，哦，我骑那么遥远的路，然后老板娘就没有停下来载我，他就走了。对。废话，你自己选择的，但你要自己承担的。你这种记忆是好的还是坏的？当然是好。多正面啊！对啊，是哦。如果载了你，这永远你忘记你骑的那一段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看你永远都记得。当然记得喽。其实我觉得你骑的多辛苦，你记得说老板要经过，我都累了半死，我就骑了还不载我。其实我们那时候每一个月的骑脚踏车的量大概都有将近最少有800，最多大概1000多。对啊。对，但是你骑去哪里骑你都忘记了。不过这种。记得那一次吗？没几次啊，就那几次而已。因为那是很特别的记忆深刻，一个人这样子默默的骑。我们还去海边玩啊。对啊，其实一个兴趣就这样维持也不容易了哈。大概10年吧。10年，所以我们车博要几年？现在第3年，好像要7年。7年可以车博。